唔知大家有冇聽過，有冇睇過《星火飛騰》呢個節目咧？有幾多人睇過？我舉個手，我睇下。好啦，咁如果你睇過嘅話咧，應該都聽過我把聲咁，即係歌啦，冇錯。我咧就想嚟平時入場，不過今日咧，小小姐就唔得閒嚟啦，咁啊唯有咧，我就自己唱俾聽《星火飛騰》送俾大家。Thank you.
星火飛騰節目嘅孫太公。